这个问题啊，跟大家多说一点呢。我们不要自以为我入了三宝门了，或者十年二十年，我现在大概比大家多一点，我已经入了佛门出家80年了，现在算起整整80年了，我感觉到我还是没入门。我说大家可能怀疑啊，怀疑这个入门不是轻容易的。我们能够觉得前念起不好念头，后念就节制了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皆是六尘的时候，中间没有分别，做得到吗？那六识麻烦就分别了，好的坏的，耐的不耐的，耐争分明得很，不耐的就能躲开，耐的就能得到。我想跟我相同的都差不多吧，这个都信心不坚定，能算入佛门吗？要说老实话呀，不对外人说，你自己对自己该说老实话。因为我们成道为什么这么困难，我们断个见思惑都这么困难，看见什么分别什么，好的就想得到，赖的就不就想把它丢掉，丢也丢不掉，得也得不到，就中间留个造业。这个在你想起想气想得这个气舌之间要造很多的业呀。大家可能仔细想想啊，在这个木法呢世的时候，用什么样的方便善巧才能使他们修行难行呢？没有障碍呢，才能他们让他们得到坚固的信不退，信不退那个力量很大的了。刚才我向佛请求，那佛就向我说，让我来问你，让你给说个方便，那你就知道时候了，现在正是时候，你难民众生说一说吧。这坚净信菩萨向地藏菩萨表白说，这就是最初的开始发起因缘，这一下就正式的地藏菩萨要给坚净信菩萨说了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与坚净信菩萨言，善男子，谛听。但为如说，地藏菩萨就告诉他说，现在啊，我可以跟你说，答应给他说，但是你要好好听，谛听啊，入理。每逢佛说法，叫弟子谛听，谛是谛是审视的意思，就你审查观察，入理呀，可别在四相上摸索。这个谛听啊，含义非常深。所以佛有一次说法，文殊师利菩萨当维诺，文殊师利菩萨就唱个偈子，法呀龙象众，说这听法的不是龙就是象，就是都是大菩萨的，法呀龙象众，当观第一谛，说你们都应当观想一下第一谛谛。谛观法王法，入理审视，入理审视，观照，观不是用语言要好好的听，入理审视，谛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，佛就下座了，佛就把法说完了，一句话没说。大家想想，文殊师利唱这个赞子，
这佛说法说完了，还有一次佛说法啊，佛没有说，也是拿起一朵花，佛拿起花捻一朵花，迦叶尊者微笑，佛把花放下下座了，说完了。对两种的含义啊，就是我说的是主要说谛听，谛听，谛听的含义呢，入理呀、啊，不要在事上像听故事似的，当故事来听，不要在事上去想，说观照在理上，就是意会心照，这叫谛。就是谛听才跟你说，你要不当一回事儿啊，听听就算了，那不跟你说了。所以佛每一座说法都好多正果的，好多成道的，就因为谛听，入理的思维。佛就跟坚定信菩萨说，在佛灭之后。这是指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说在释迦牟尼佛灭了之后，这个世界变成哪世，叫五浊恶世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劫浊、眷浊、烦恼浊、命浊、众生浊，全是浊的、昏烂的、不清。到这个时候，佛灭后了。现在佛灭后。已经200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还刚要灭，说完这个地藏三经佛就入灭了。在这个世间，就在这五浊恶世的时候，想修除世间法，就换句说，咱们想断烦恼，咱们想了生死，证得除世间的果位，不说证到四果阿罗汉吗？起码得入位啊，入位能断到生死啊，能断到88死见惑就不得了了。但是某些大乘的人不止这个，不止见死，我要断尘沙烦恼，不止见死烦恼，还要断尘沙烦恼。但是在这个末世间，连见思烦恼都断不到。这个时候是什么现象呢？世间除世间的，或者要因要果，不相信因果。现在的社会就是不相信因果了。他因为做坏事没得报，做好事也没得不报，他不相信因果了，没得信心。信心肯定不了，就是已经的出了家了，比丘、比丘尼，我在家三宝弟子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时候他信心不坚定。这地藏菩萨的经上说的啊，对，这《旃扎善导业宝经》上说的，这个时候他不能修行四净法啊，不能修学无常，也不能修学苦。不行行无恶，不能修不净，说这个想都没有，那还能成就吗？成就不了啊，因为普尽灭道是圣谛法，四种圣谛法是初步的，乃至于十二因缘法啊，就四间因果法了，四间因果法啊。那么世间除世间呢，苦即世间因果，苦是世间的果，即是世间的因。因为你着急很多的因呢，做了很多坏事，当然就受苦了，就苦果了啊。即是除世间的啊，灭是道啊，修道成就除世间，苦即灭道啊，苦即世间因果，灭道是除世间果，道是修，修因，即呢
有因必有果，就成就了。一般的说嘛，咱们说嘛，到了四个阿罗汉，断了见思烦恼了，啊，那就是圣谛呀，得到成就了啊。这个因为大家一般的学佛法都学到了，我们这不去讲它是圣谛干啥的，主要是讲究地藏王菩萨的事儿啊。一部《清观真如实记》，这是从苦集灭道四圣第十二因缘，修十二因法呢，那是罗汉之中的自修的，在三里智悟，无佛实在，他自己悟得，依着佛所教导的四圣第法修的，依着十二因缘法修的。那种的阿罗汉，那叫声闻。那种自修的，跟着十二因缘缘觉，就叫缘觉。在总称是二乘，二乘啊，二乘法。修二乘法的人都很少，那修大乘法的人就更少了。一部《清观真如实记》。这是唯心法门啊，唯心法门，观心，观心，就是咱们所说的明心见性啊，那依着行菩萨道，依着华经说呢，登了这个实信满心，这三贤位的菩萨就能有这种，就能认识真如。像金如秋相似正得真如，不是实证。等着出地的菩萨正得一份法身，消灭一些无明。这从出地到实地，我讲这都根据华严经讲的啊，因为这是这个华严大乘啊，这种无生无灭的法啊，更没有了。连修四谛十二因的法都很少了，还能有修大乘法的吗？有能清观入世法的吗？就是地藏菩萨像精进性菩萨说都没有了，到那时候修四圣谛的法，修十二因缘的法，二乘的圣人没有了，那乃至于修菩萨的法更少了，更没有了。要想断绝十恶业，能办得到吗？在这个时候做十恶业的人，做十恶根本罪的人就相当多了。这是咱们现在的现象，与三宝的功德乃种种的境界，不能专心，进进退退。这个信心的标准，我上次跟大家说过了，当你信三宝，遇上断命的因缘，还是你不要信三宝，你能够坚信不疑的，我宁可信三宝而死，不愿不信三宝而生。能有这种毅力吗？能够觉得前念起恶，知道念头不对了，赶快止住，只是后念不起，这个信心有吗？佛说的法不是笼统的，都有一定标准的，你自己断了好多的惑，你证得了好多的这个清净的位置，你自己很清楚啊，你能见到一切色都不分别吗？不起念吗？你能够好的跟坏的没有好坏之分，这个好坏之分不是傻子啊，别把当成傻子了，傻子是不分，说你带这个宗宗没简单，没简单，不生好丑善恶，不生分别心，同时呢，不是为了自己求难乐，
不为自己求乐，还要做好事干什么？说但愿众生得幸福，这是很普通的，这就是菩萨。这个时候要有这样的道友们能够勤观真如实际，就是观心法门，观自己一心。真如实际呢，就是观心啊，一切妄念不作，一切生灭法都不作，观一切法都无生无灭的，不垢不净。这些大家都懂，都念过很多大乘经典，因为不常这样的修观，不这样的修行，你就不可能不做恶业。说地藏王菩萨跟坚净信菩萨说呀，他不能够毕竟不做施恶根本罪过，他是要犯罪的，不善就是恶，中间路线没有，不做好事就能恶事儿。能不能停留到不善不恶的地步呢？不可能，有外边的环境啊，客观的现实啊，排斥他不做恶就行善。也有少数在中间不善不恶，这是短暂，他都有善恶业的交杂。说对于佛法生三宝的功德，对佛法生三宝的功德和他的力量，他不能专心的信呐、不能专心，就是进进退退，时而现合乎利益了，得到安乐了，得到平静了，信很信三宝，这佛菩萨加持力，一受到挫折不信了，不信。那三宝一点加持力没有，不信了，抱怨，不但在家二宗啊，我出家二宗也很多啊，在我大陆上的消灭佛法的时候，大家可能知道，从50年一直到80年，这30年，寺庙拆毁，不许你当和尚，不许你出家，出家就犯罪了。信佛法就犯罪了，这个时候你还能坚持吗？对，那就看了能不能够做施恶业。那有些个还俗还不算，还俗之后了去当干部，当干部就造施恶业，说灭佛法的是佛的弟子，因为他最清楚，末佛法他也最清楚，因此这都是施恶不赦的业。对于三宝的功德、三宝的利益，还能信吗？不信了。小、中、大，叫三乘，在三乘当中，他一乘也不信呐，他没有定向。连信心都没有，还能修行吗？还能修行吗？所以由此我那时候感到，对于三宝的功德种种境界没有了。你说在这个时间，所以那就是什么，特别是对我们三宝弟子的考验，我在家不说了，特别对于比丘、比丘尼的考验，什么真正入道和真正信仰。说的时候好听的话都会说了，做事的时候可就有差别了，都为了现前利益，眼前的。那你不信，
能得到好处，啊，啊，不信这三宝先生，信马列主义，那，啊，马上就可以得到好处了。嗯，信三宝呢，就得到坏处，就受惩罚。在利害的关头当中，很多人就失去信仰了。对，平常没有什么关系，看不出来，但到利害当中，对他现生生活当中有利益，他放弃他的信念了。地藏王菩萨所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众生，三宝的功德种种境界他全忘了。这个时候你就用张长伦吧，假如你不认得，不认得他假象，啊，你给沾着沾着他，你就知道了。这张菩萨就告诉你了，像这些个人入世等人，他在修行当中没得障碍吗？种种的障碍就会发生了。说在这个末法的时候，你信心坚定，种种障碍就生了。同时只有忧悲、忧愁、悲难、考虑、疑惑，在任何事物上心不明了，没得智慧。但是呢，所求的非常多，得不到，多求多恼。所以到无求了，你就没得恼恨了。我们都想多求多得，得不到烦恼，得到了怕失掉更烦恼。就这些事把你牵牵扯扯的锁定不定啊，思想做好啊不做好啊，思想扰乱，心定不下来，没得主意，没得主见，还能修道吗？废修道业，信心都不成，还能修道吗？不能修道了。这些话我在讲的这些讲到这儿啊，我自己都亲身听过了。我从50年到80年这30年所经过的事儿，我比这30年还多，还多了3年。我住了33年监狱啊。这个监狱里头对我们佛弟子很多，不这么出家的和尚比丘尼很少啊，比丘尼没有什么，因为他没有这个，他也不会犯罪，政府对比丘尼的要求没有。但是为什么我自己跟我自己打问号，为什么我们这些个平日说的是假的，不是真修道者，真修道者有感应，这叫灾难呐！我联想历史的3无灭佛，啊，那时候那些个为什么中间断层，竟是禅宗的道友，他没办法，经书烧毁了，寺庙扒毁了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只有参禅，我什么也不要，就修我的心好了，就真了。在这30年。那81年嘛，啊，我又恢复自由，我想找一部《普贤横愿品》，没有，有好多问题，看见很普通、很明显，但是到40现前呢，他就没办法了，一点办法，这叫什么呢？我们平常说的业障，作业所有的障碍，而下去。有入世等障碍事啊，这些障碍事就我上来所说的，那你就用着木相轮了，可惜那个时候轮相都没有，
一下给你敢用啊，用不成了，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那现在可以用了，没有时候想象的跟事实就是拒之千里。那时候我这么想，你怎么样灭嘛，还有那个三地边地小庙，你总是灭不干净的吧，事实完全不严，没有了。谁灭的呢？不是政府，和尚还有比丘尼。对，在家居士他家里的根本也不会藏着佛像，也不会藏经书。有没有在家还有佛像的呢？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特别观音菩萨像，特别九和三没有动，普陀山也没有动，四大明山经是还保留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灭尽的。但是这必须是障碍呀，有入世等的障碍是，你用用木轮相法吧。我那时候看到这儿，后来讲到这儿，我就跟地藏菩萨说：“地藏菩萨呀，那时候还哪能看见旃茶经啊？哪还有旃茶轮啊？”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叫业呀。你想沾茶善乐许是业报，苦乐吉凶，要想沾茶这些事儿，那就是用了沾茶相法。沾茶这些个事情，你得先学沾茶木轮，沾茶木轮。这个轮第一种有十个，有十个，这十个这没有轮，轮子不大啊，要写上，写上什么呢？身口意，这是三业，主要是身口意啊，身口意所犯的，身所犯的杀盗淫，口里所犯的妄言绮语两舌那口，意念所犯的贪嗔痴，这十种加起来叫十乐业。带那个轮相的时候，十轮，十轮，这是十个轮啊。这一看，看到好多时间，用这十个轮看，能看到你无量劫。你用沾茶轮，在经上告诉你，你无量劫里的所有善业、恶业，都现在这些文字上说啊，告诉你无量劫来，你从来没清净过。但是有过去的，无量劫是指过去的，但现在还在造啊，有现在的。但你现在造就牵涉到未来，你现在不能把过去业消，不但没消还在造，那就到未来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再加上你一个根本无明，这叫十轮，十个轮。轮子轮的意思啊，就咱们车轮是永远不停的了，永远这么转呢。那除非你用十轮你修道修成了，这个轮停了，没有了。是第一个轮十轮，第二个轮呢三业，只有身口意，并不是你身口意都是很恶的，也不是身业口业都平等的，不是的，有时候你身业特别重，有时候口业并不重，身口意不重，他意业非常严重，所以做出了身口意三轮的三业，身业口业一业。那口业呢就包括四种，妄言绮语两舌那口，你身业呢就包括你杀盗淫，
意念的贪嗔痴。对，这个卦之三轮，这三个轮就是身口意。第三个人有六个，有六个啊，这个六个是数字，是数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完了这个数字三个一支的时候加到一起，因为咱们到讲文的时候啊还要详细讲，完了给大家录轮啊，给您分作，这叫三轮。这个轮相占察什么呢？占察你所过去的业是善是恶。到第一个轮一占就知道我善业比恶业重，这红的多黑的多，黑的多恶业重，这三个轮的红的多就是善业重。但什么怎么办？遇到了拜忏呢、啊？这叫占察忏法呀。当那拜，每天拜，每天找清纸，那个轮随时变化的。对，等你变的拜的多前那个轮都是红的了，三业清净。当你到占达三业清净时候，不等三业完全清净，你做梦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做梦啊跟以前都不一样，以前做的害怕梦啊从来没有了，梦见或者是听经啊，或者是说法，或者遇着善人啊，遇着道友，还不能梦见菩萨。等你都证了清净之后，轮相清净，你经常梦见菩萨，这个叫占察许事的罪业，占察随缘，这就讲因缘。所以地藏菩萨跟我说，缘何故有？缘何？因为你的现在求的缘跟你过去的缘，过去的因，那因缘合合了，所以相就有。说我缘没有了，缘没有了，轮相没有了，缘相即灭。缘有则现，缘无则无。这些个业业绩是许多的过去现在记业记到一起，业随心记，是你心招感来的，是吧？业绩随心，相一现，在这个轮相一现，果就起了，你要受报的，现象果起，不是不坏。相应不差，地藏王菩萨跟江坚信菩萨说，弄这个轮相的时候绝对相应，丝毫不差。但是你这个主要是忏法啊，你不拜忏你用三轮不灵的啊。说你拜忏天天拜，天天治，天天拜，天天治，轮相随时变化。虽然你天天都在拜，心不成，这文中当讲，还有自心、不自心、下自心、中自心、上自心，就是你自心一处来这个拜忏，来这占察轮，就心无二用的意思啊，就这心一处，那个线的不通了，你杂乱的用心，东向西向的。那轮相就告诉你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不灵，你得从头再拜。说这个，说到大乘啊，说大乘法啊，大乘法是这个一心，就指真如说的，真如随缘，真如随什么的缘呢？随你所做的业缘。你造的善业，真如随你善业缘；你造的恶业，真如随你恶业缘。我刚才说我们大家都是佛，是本具的、理具的。但是你业缘太重了，
不是了，那个瘾了，佛瘾了，你得把这些个缘，恶业的缘，忏悔干净，有限了，你的佛本性佛有限了，是一切诸法因缘生，缘生，缘生诸法，刹那不住，一刹那，咱们心念九十个生灭，一起念，一下念，一起念，九十个，这叫刹那。刹那之间，就是你起念、起心、动念之间，一天的生缘，念念生缘，因此呢，你要用占察轮时候，先得认识它是真实的，是虚妄的，是消灭的。说地藏菩萨告诉你，什么现象是消灭的，什么现象是升起的，你慢慢的学到后文呢、啊，文总会都告诉你的。完了，你用的占察轮相现显现的，哎，你不是不知道你过去业好重啊，轮相告诉你了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你经常的忏，减轻了好多，也很明显的告诉你，对。但是捡到了根本无明很不容易，因为你拜吧，多少拜到了全是红的，就是恶业消失是红的，如果你知的时候都是黑的，它有一道那个轮相正大四面，有时黑有时红，有时黑有时红，红的大的就是大善，红的小的小善，黑的大的，黑的那个太重，黑的小的那个小，啊，但这个轮相的变化，以你拜忏而定。说我们的人生有祸有福有善有恶，任何人都不是纯善纯恶，他有时做些好事，有时做些坏事，善恶交叉交缠。但你一拜忏的时候呢，但你一直在法，也地上教着法修行行呢，红的渐渐增长，恶渐渐消失。但是这个不是短时间的，不是短时间的，有的拜忏拜个三两年的，有的拜的要相应了，障碍出来了。啊，就在台湾，我有个小道友，他拜占察忏，拜得非常相应。现在呢，他还俗了，就叫业障发现，他抵止不住业障。所以，像这样的替沾善恶业报，替沾就是入理的来沾。沾你善业恶业业报，小欲自心呐、啊，让你心很明白的啊，哪个是对，哪个是错，你不知道，轮相告诉你了，你可以采取取舍，说你这个心生的不对，说你拜忏的时候不自信。下自心都没有效果，完全没有。第一个要自心，要自心一处，这张高伟讲到经文在讲啊。替沾的时候不是色，不是我们到这一沾，这是色，替要心跟它相合，心是理，要理沾，不要似沾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入理的沾，实实在在的用心，不是算命道先生打卦批八字，我给你几个钱，你给我算一卦就是了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可不行，就得全心全意的磕头拜忏。本来是无相，无相变有相，
有相又变成无相，有相你罪呢，一切事业有相的，那你拜拜无相了，消失了就无相了。你有任何一回事情，这个事该怎么做呀？自己下不了主宰，那你请地藏菩萨吧，你烧上香磕头，磕头完了你用转转轮转，它有189种。为什么是180种？跟你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，眼根耳根，鼻是个鼻根，舌根身根，一根六根，再加眼耳鼻舌身意60，六根六十，再加上色声香味触法，36 18，18还得加个根本无明。轮相这个轮是19，这里头变化很大。这变化哪来的？你的心，你一天一会儿想这个，一会儿想那个，那轮相随时变。但是你拜忏那个时候，你这个一心一意的拜，如果你今天拜的很相应，相应的就刚讲到相应，相应了就是你所拜忏的功力跟地藏王菩萨教导的相应了，你拜忏的时候地藏王菩萨一定来。